All sons are born in the shadow of their fathers. But the day will always come when they must stand alone and are faced with a choice. Do they follow the path put before them? Or take a different road? My father. The future is mine to take. OK， 那么我们刚才也是看到了啊，《三国全面战争》的最新 DLC《A World Betrayed》，中文应该翻译成为这个啊期盼之誓啊。啊，这一次和上两个 DLC 呢一样，是一个剧本 DLC， 也就是说我们会啊使用这个同样的地图，只不过时间呢是换到了公元194年。历史上的这一年呢，曹操因为为父报仇而举大兵急攻徐州，吕布和陈宫呢趁其后方空虚。啊，是背刺占据了兖州，然后双方就在兖州呢是展开了长期的攻防战。孙策同一年啊、也是向袁术借兵借将，渡过长江，尝试图谋江东。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DLC 呢，也是以这两个人的视角展开的。他刚开始的这个 A World Betrayed 呢，应该也是讲了他们两人的父亲啊，就是董卓和这个孙坚，对，两个人被背刺。吕布这回呢拥有这个全新的派系机制，叫做气焰。气焰呢是通过不断的这个由吕布本人率领的部队击溃敌人来获得的。最高的越高的气焰呢，这个它衰减的也越快，但是高的气焰呢可以提高军队的移动距离，增加补员士气和近战杀伤什么的而且呢这个玩家呢是可以通过消耗气焰来保证武将的忠诚度，甚至是可以霸占其他的派系的城市的。吕布呢的另一个技能叫做个人胜利，对，这个个人胜利和气焰的获得方式是一样，但是这个个人胜利呢是不会衰减的。高的个人胜利呢可以提高你战后的掠夺收入，而且提高威望，但是会大幅度削减手下的这个忠诚和外交派系外交好感。所以玩家需要努力平衡气焰和个人胜利。如果你一直使用吕布，一直这个疯狂杀戮的话，那你肯定会有很高的个人攻击，但是一旦你的气焰无法维持在高水平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武将的这个叛逃和齐身亡，就像历史上的吕布众叛亲离一样。吕布在作战后还有一个选择叫做一鼓作气啊，这个是可以通过增加部队疲劳的代价为代价，然后呢使得部队的移动力直接拉满，对，所以这个理论上吕布就可以变成永动机了，就一回合打遍全天下，对，这个就像我觉得就很像这个斧王啊，这个小斧王吕布，只要有足够多的敌人让他无限这个淘汰之刃刷新呢，他就可以这个无限的这个高机动来这个狂刷整个地图的所有的敌人。此外呢，吕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制叫做无双猛士，对，这个是让吕布呢来尝试挑战当时天下所有的勇士，就基本上来说就是各种传奇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每战胜一位勇士呢，他就会获得一些技能或者增强，比如说这个获得回血技能，或者加护甲呀，什么加手下满意度啊，加外交啊等等。对，这里呢我们刚开始游戏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这边是解锁了吕布的这个杀掉董卓和丁原的这个成就，叫做父慈子孝，对，可以给这个手下的提供满意度加成，哎，对，非常的真实。然后呢，这个和战锤，我觉得和战锤的这个击败传奇领主获得特殊特性非常相似啊，所以你玩吕布的时候呢，可能就和之前的这种玩家满地图这个武将孟可宝收集传奇控，这个传奇收集控变成了这个全地图围捕控啊，这个全地图围捕各路传奇武将来增强我们的这个吕布的这个唯一神将的能力。
还是一个非常有独特的这个游戏体验的一个派系啊。说完吕布，我们说一下孙策啊。孙策这边啊，首先他的这个有一个机制叫这个气运，就是小霸王独特的这个机制。这个高的气运和气焰很相似，会提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加成。然后呢，但是气焰一旦跌到零的话，孙策就会暴毙而亡。这里呢，就是这个认为。等同于是认为这个 C 的，C 认为这个孙策的死亡就是运气耗尽所导致的，而不是什么历史上什么对江东士族的这个血腥统治的反弹啊，体现了非常浓郁的这个 C 历史观啊。不过这个话说回来，这个游戏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孙策的这个气运啊就会不停的下降，而且呢，这个获得气运的方式呢，也就是通过完成吴国大业这个系统，这个有点类似于吕布的那个无双猛士啊。所以说孙策的这个战役呢，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续命游戏。玩家会尝试完成吴国大业的任务，比如说占领城池啊，培养接班人啊，培养江东武将啊，来各种续一秒，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制。我个人觉得，此外呢，这个孙策刚开始起家的时候呢，只有自己和他的母亲吴国泰两个人。但是随着玩家不断这个推进吴国大业的进程啊，很多的这个更多的孙坚旧部和江东才俊会和历史上一样前仆后继来辅佐玩家，对，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这个尝试还原历史的一个不错的游戏体验吧。好，说完这个期盼之事付费 DLC 之后，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免费更新吧。说实话，我个人认为这回的 FLC 或者说免费更新是到目前为止最良心的一个 FLC 了，甚至良心到我觉得比这个 DLC 都值。就是你不买游戏，你光更新游戏，你不买什么游戏，不买 DLC，光更新游戏就能。这个获得超值的这个游戏更新体验啊，对，这回的话，这个 FLC 呢，首先带来17个全新武将，这应该是自发售以来最大的一次官方武将扩展了，包括徐庶、大乔、小乔、卞夫人、王朗、王司徒、高顺、纪灵、李傕、周泰、程普、刘繇、严白虎、陈宫、张宏、张昭和严瑜。对，我相信这个，当然很多玩家会知道这个名将复兴，这个国内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个传奇武将报的。但我觉得这个 CA 现在这个未来的，如果逐步能够按照这个势头的话，这个更新武将的话，那么很快也能达到这个大家想要的武将数量，结束这个大众脸遍地走的情况啊。所以这些传奇武将啊，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例会和建模，其中部分还会有自己独特的技能，比如周泰的技能呢，就是减100%闪避，然后增加永不疲劳、永不溃败，而且每10秒钟恢复1000滴血。啊，这个我觉得莫名的和这个三国杀啊、周泰这个非常像，有没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技能在这个战役中是非常牛逼的一个技能啊。除此以外，这次的更新呢还会重做之前的官职系统。这里说的官职系统不是你政府里的官职，而是每个武将的官职。对，就是之前什么大将军、虎贲、中郎将，这个官职系统。这回重做了之后呢，就有很多历史上这个有名的官职的回归啊，比如说这个四方将军、车骑将军、四镇将军等等等等。增加了游戏的一个代入感，而且这回头衔不是你这个很多人可以同时当的嘛，所以很有代入感啊。这个头衔有很多呢是需要完成一些任务来解锁的，比如说镇北将军就需要占领河北的5个地区才能解锁，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这个官职系统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系统啊。我个人觉得比原来那个高到不了哪里去了，好评一波。之后的话，还有这回真正的这个 FLC，就是这个新扩展的派系严白虎。对，严白虎这回不只是只扩展了一个这个新的南方贼徒派系，而且他还重做了整个贼徒派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用心的 FLC 了，比战锤最近的这个小姐姐巴托 FLC 都要用心很多啊，更不用提之前这个什么，西罗马帝国第二陶谦了。对，这回的这个是真的非常良心。首先，每个贼徒的村镇都可以建造贼徒据点。类似于吸血鬼海岸的这个海盗黑湾，而且呢，他们可以为玩家提供人口、科研，解锁特殊兵种等等等等，非常的厉害啊！贼族的兵种和官职也是被全部重做，他们现在拥有这个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兵表，而且呢，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办法来招募官军的兵种或者是黄巾军的兵种，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军队构建、这个组成和构建。贼徒呢还拥有一套特殊的补给系统，对，贼徒的军队是没有补给资源的，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叫做战利品的资源。战利品就顾名思义了，是在自己的国境内消耗，在敌国内增加。其实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反其道而行之的这个机制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会让玩家这个在玩贼徒的时候呢，有和官军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这个作战指挥体验。
除此以外呢，所有的贼族的技能树也被重做了。对，现在应该都不能叫技能树了，应该叫技能图。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啊，这里是用的国家地图来研究技能的。你如果想啊，如果你占领了某这个技能所属那个区域的话，那么这个技能的这个研发啊就会被大大提升。由此可见，这个出生于在南方的严白虎和出生于北方的郑江张燕的技能走向肯定会大不相同，提升这个游戏的可玩性。除此以外的这个贼族派系和吕布呢，还同时获得了一个新的外交手段，叫做佣兵合约。其他派系可以雇佣吕布或者贼徒来攻击这个其他的派系。如果击杀了一定数量的这个目标单位的话，那么佣兵就会获得佣金。而且如果攻下来了这个目标单位的城市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用这个可以被高价卖出啊。所以说这个贼徒。而且呢，贼徒还可以选择这个临阵变卦。如果这个他们的目标付的钱更多，他们可以攻击雇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系统啊。之后的话，还有这个其他的很多的更新，比如说间谍系统被大改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招募其他人宫廷中的人为你当间谍，而且可以通过差事来获得其他省份的情报。而且呢，你现在的这个间谍率领的部队，如果遇到你了，是可以临阵倒戈和你一起。攻击敌人的这个更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实用的更新。除此以外，本次还增加了新的这个通用兵种"斩马刀兵"，你就理解为三国的这个"帝国之花"双手巨剑就好了。对，然后的话，这个图中的这个就是吕布手下的这个特殊版的这个"斩马刀兵"啊，这个是陷阵营。1900年的这个剧本，南方还增加了很多新的派系，人口机制也被更改，以后人口会更有用，再也不能是这个全员修仙了。然后的话，这个远程步兵被削弱，骑兵移动速度被增加，高等级的部队的招募费用被大砍，民兵的威力被削弱，等等等等，非常多啊！真的是如这个 UP 主去年所说，游戏在发售了将近1年之后，三国的战术平衡。终于做的有点样子了。总而言之，还是非常非常期待这一次更新的。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呢，欢迎这个素质三连一波啊。然后之后的话，UP 主也会这个继续直播内测一波这个新的 DLC。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